有请部长。好，请部长。黄委你好。部长你好，我们上一次啊，我们在院会的时候谈到啊，有关于整个核废料处理的政策。那我那个时候曾经问过部长啊，说当初决定啊，在核一核二厂，那把高阶的用过核燃料棒放在那个地方啊，是经过什么样子的程序做成了这一个决策？那部长您曾经有承诺我啊，说你会把这个过程弄清楚以后给我一份报告。是，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好大一本啊，我都拿到了。好，你们哦，那个可能哦是之前啊哈、哦他们在核一核二审核的过程当中的相关文件啊，他把它累积了一下，然后就把它送来给我。但是我现在一个最那一天总质询的时候，我请教部长最核心的问题啊，是针对核一核二在现地进行现在这个方式的干除，是谁透过什么程序做了这样的决定？有没有经过选址以及客观标准的划定？在您后来把我早就掌握的资料啊，再送一份来给我、啊，没有任何清楚的答案。我那个时候跟委员报告的哈，我现在答案应该是一样了哈，就是说他经过很多的环评啦、安全啦，很多很多的这个申请手续。对，但我的问题哈，那个来的。对，我的问题的核心还是一样，就是说你一开始在那边经过环评，那个环评的程序如何哈？那个我们先不要进入细节的讨论。但是我在问的事情是，一开始的时候决定用现地来进行核废料露天干式储存，就选址的这一个概念，你们经过了什么样子的程序去做决定？我在那个报告里面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资讯。好，那个，报告委员，这个干式储存，我是后端处处长吴才基哈、哦，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干式储存呢，原则上依照法规是环评法，好、哦，环评法，是环境影响评估的啊，做评估啊，评估的时候会有一个没有啊，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不要把问题的层次把它弄得太复杂嘛。第一个 是你一开始在进行评估的时候，就是以原地按照你们所提供规划的方式来进行环评嘛。那我现在是更前面的一个问题啊，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就是用原地，没有去考虑过其他在原地它的整个条件是不是最适合进行这样子长时间的储存？这是我的问题。好，那针对这个问题，我说你们的报告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不晓得我这样子的描述您赞不赞成？这边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干式储存，也就是用过核子燃料，它从水池到干式储存，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这个干式储存，一个是集中式储存。那整个来讲，以往在有一个76年报告有做个研究，也就是说可以用集中式方式跟干式储存。但是我们在也许这个回答的部分呢、啊，我们是这样说，也就是说集中储存呢，因为要经过陆运运输。没有啦，我们现在先还不用提到集中式储存的部分啦，你们那个很旧的英文的报告我看过了啦。是，谢谢。但是跟我这一次在问你们，你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程序，是不是有选址直接决定现地做露天干式储存？我到目前为止所得到的资讯是你们没有经过这样的评估程序。我按照目前你们所得到的资料也是没有经过这样的评估程序，对我这样的描述你赞不赞成？国内法规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没有啊，我上一次也跟部长交换过国内法规了嘛，现在就根本就没有中期储存这样子的概念存在嘛，所以你们都是用一些行政规则在做嘛。但是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现在的中期储存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是40年，你们自己规划的就40年，最少40年，有可能变50年，甚至在最终处置还没有任何着落，还有可能再延长。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没有经过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程序，我上次在院会的时候，在那个就教育院长的时候，院长也赞成我所提出来的那三个原则嘛。那三个原则的程序都没有这样做，你们就限地这样子做，这样子好吗？
没有关系啊，我现在就这个问题哦，就此打住，我后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可能再就教一下部长，或者是台电其他的同仁要一起出来回答也可以哦。我们现在核能后端营运总费用哦，我看到2011年最新的报告是3353亿，那不晓得最新的估计出来没有？在2011年之后，最新的估计出来没有？最近呢，我们在5年的评估，我们在3月8号已经送到后端基金，初步有已经有个方向哈、哦。那现在后端基金没有，现在我说哈、哦，按照我看的监察院的报告看得很清楚哈、哦，你们每4年要提出一五年，每5年你要提出一个更新的资讯出来嘛？那现在那个更新的资讯送到经济部没有？现在进行的阶段什么？在后端基金。后端基金正在准备要开会审议，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公布？这个要经过经济部这个审查核定之后才会公布。所以核定以前，你还不方便告诉大家数字吗？不方便。好，那没有关系哈。从我们现在哈看的图表，你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我们每一次估计的时候，钱不断在上升吗？3353亿哦，我不晓得台电或者是部长认为这个数字够不够。这个数字够不够？目前以外部的氛围啊，要做那个干事主任要室内的啊相关的，还有相关的一个行政法人，都要费用，所以我们有增加。以上说明。增加的幅度现在还不能讲吗？没有关系，可以等你们今年提出来再讲哦，因为这个会很直接的牵涉到哈、哦，你们接下来在针对核能发电每一度的计价成本的时候，我自己的看法是。针对接下来核废料的处理，包括储存，包括中期处置，你们的费用是严重低估啊，严重低估。我看到世界上面国际上的经验，我很难想象，你如果要践行一个符合国际标准跟人民期待的程序，这些钱是够用的。不过没有关系啊，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是按照你们目前齁核能后端营运费用总费用估算，你们所告诉大家说3353亿齁是怎么去做出来的。那我们先按照里面的项去看齁，我今天就先问第一个就好了齁。就有关于除役的费用你们大概编了586亿嘛。586亿左右，那加上你们后来有增加了一些保留齁。请问针对核一的部分你们编了多少钱？186亿。186亿齁，请问你们目前这样的估算，以你们现在所掌握到的资讯够还是不够？目前依照我们的资讯，就是 Zion, 美国 Zion 电厂大概190几亿齁。那原则上跟国际上是相当的。没有，你还是没有我的问，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嘛？就是说，你如果主席不好意思，我时间是不是搞啊？那个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哦，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做一件事情呢、哦？因为你们那个第一核能电厂除役计划这么厚，我从头看到尾，我看不到任何有关于经费上面你们的180几亿啊，估计的水准，就是说估计的内容细部到底是怎么归是估。是到底是怎么估出来的？是不是可以针对你刚刚所讲的那182亿的部分，你们费用里面细部的规定，可不可以提一份书面资料给我？我们可以准备。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黄国昌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运鹏郑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首长，大家好。那主席是不是可以请黄董事长？黄董事长，不用部长哈。不用，不用哈。好，请一下董事长。有需要的时候再麻烦部长哈。那个部长跟董事长辛苦了。政委好。董导播又困。几个事情跟那个董事长请教一下。那个台电公司在您的经营之下绩效不错，那最近大家在媒体上面都有讯息是说。